让我们用平常看不到的视角，为每一件事重新加上新的维度，怀疑自己的认知，探索其他种价值。我们聊聊音乐，聊聊文化，聊聊价值观，也聊聊价值观冲突。你好，我是杨威宇，这、就是我的另一个维度。其实回到伦敦已经两个多月了，然后这段时间一直也都很忙碌。那、啊、之前在台湾。 呃，开了那个独立音乐电商讲座之后呢，也成立了独立音乐岛这个 Facebook 社团。然后我原本的打算是，我在国外看到什么有趣的资讯或者分享，或者新闻，或者是平台啊、教学啊什么的，我就直接把它分享到那个社团，然后，然后给这些在台湾没有办法接触到这些资讯的人，能够有更第一手的资讯。但是， 我后来发现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那这些东西都是英文的，我把它分享过去，直接贴过去，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然后我又没有那个生命，就是把它把它全部翻译成中文。于是呢，我就想到了 podcast 这个方式。什么叫 podcast 呢？我现在在做的这个东西就叫做 podcast，在台湾好像不太流行，我不知道为何。 但是 Podcast 对我来说其实是很很适合，我这我不得不说，首先呢，它很符合我的就是工作的 pattern，就是我录这个很快就可以结束了，不会占用我太多的时间，而且又可以同时表达出很多很多很多的资讯，而且再来我的专业又是就是做声音的嘛，所以处理这个单一的人生一轨对我来说实在是太轻松了，我只要轻轻松松就可以让自己的声音弄得好听好听的是吧？哈 <laughs> 哈 好的，今天既然是第一集的话，我们就来讲讲这个节目好了。就是好，我们现在讲为什么要叫做另一个维度，它跟我在《换日线上》专栏的名称是一样的。虽然我已经好一段时间没有写文章了，好，最近会有新的文章，大家敬请期待。但是所谓的另一个维度，什么叫维度呢？以前小时候学过 x y 方程式吧，就是 x 轴跟 y 轴。 那个就叫维度。那我们后来加上 Z 轴呢，我们就从二维空间变成三维空间呢。这就是 Z 呢，就是我们的新的维度。而 Z 加进来之后呢，我们看待很多事情的角度、跟的感受还有心得就会完全不一样。然后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哈、哦，因为呃，我是一个土生土长讲中文长大，小时候喝符咒水拿香拜拜长大的台湾人。 我会讲台语，对我是讲台语长大，我跟阿妈是讲台语长大的。那我也是在二零一六年才来到伦敦，然后一直到现在，我都还觉得我的文化冲击是很强烈的，我的感受都还是很强烈的。尤其是在我每次回台湾的时候，我这个文化冲击是强烈到晚上会睡不着觉。哎，但是其实也不用说，就是呃，英国跟台湾文化差异真的是太大太大了。同一件事情。 呃，放在两个不同的地方，就人的反应是会完全完全不一样，评论跟心得也是会完全完全不一样，甚至同一件事情用两种语言讲出来，给人的感受就有时候会很不一样。然后我觉得在台湾，你很容易就丧失了很大很大一部分关于同一件事情的另外一种看法，或者另外很多种看法，其实你都没有接触到。 但是在英国就不太一样了，因为他们就是这世界上文化影响力最强的国家嘛。你英文就是他们发明的，那所有的资讯跟呃资源都是最低一手的。你 Google 上去，你用英文 Google，跟你用中文 Google，有时候得到的结果是会变成很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这其实有一点需要大家注意的原因，是因为这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在网际网络时代，你躲不掉的。 你没有办法躲开全球化，你躲到哪都没有用。你手机打开就有网络，这件事情你是躲不掉的。但是很遗憾的，这引导这个世界的目前为止都还是第一世界的西方主流国家。所以，如果你想要知道当今的人类文明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或者是呃，在你的产业是不是有什么新的创新，你最快最快的方式就是从这些人手上取得消息。而我呢，我就是希望借由这个 podcast。 然后把这些讯息传递给你，让你有新的考量因素来考量那些你原本觉得天经地义、打死都不会错的事情。其实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可以解释，新增一个新的维度会对于同一件事情的看法完全不一样。就是关于人类未来的看法。你对于人类未来发展，你有什么看法呢？我其实还蛮想知道，一般台湾人对于人类未来，你是乐观还是悲观？如果你现在听的话，你可以先留言。 然后我们有空可以来讨论这个问题。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话题。有些人觉得人类未来是无限光明，他们就是乐观派嘛。因为你看人类的历史，从远古几万年前、几十年前到呃不几万年前、几千年前到现在，人类文明就是不停的成长，然后不停的爆炸，而且没有慢下来的趋势，只有越来越快、越来越夸张的趋势。所以，你照这个角度来说的话。 那人类，人类的未来也就是一个无限光明的康庄大道，没有什么好烦恼的。但是呢，如果我们纳入宇宙天体的呃自然环境啊、地球的寿命啊等等的，我想大家应该不否认，地球总有一天是要毁灭的吧？如果我们在那之前没有找到一个离开它的方式，那我们就是跟着它一起。 假塞不是吗？<laughs> 我们人类文明就结束了，灰飞烟灭，什么都不剩。我们这些人现在活着都不知道干嘛，不是吗？而这两个不同的看法，唯一的差异就是呢，多了一个因素考量嘛，就是地球什么时候会毁灭这件事情。那就造就了这件事情的结论完全完全不一样。那我觉得最重要的差异就在于你在台湾。 你可能根本压根这辈子没接收到地球有一天会毁灭的这个消息，当然这是夸大，我只是比喻，我只是比喻说你在台湾，你很可能会漏接收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价值观和看法，或者是影响一件事情的因素，就会和这个世界的主流价值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差距。台湾的音乐产业就是一个例子啊，因为那些精英啊、老师啊、经纪人啊什么的。 他们压根儿没有在管电商在干嘛，所以他们也从来没有想过电商跟独立音乐操作可以合起来这件事情。但是人家已经玩了好几年，而且已经玩到变成一套科学系统了。 那没有说谁的价值是比较好，或是比较坏的，没有这件事情。你说英国人其实他们也是蛮蠢的啊，你看他们拖到现在，到现在还是不知道自己在干嘛、啊。时间到了，拖不拖？拖了怎么样？不拖怎么样？法案怎么样？过不过？过了怎么样？不过怎么样？什么全部都不知道。而且他们还是一个古老的民主国家，民主玩了这么多年，到现在还不就是乱成一团。所以这其实没有什么好比较的。所以价值观这种东西，对我来说从来都没有好或不好。 就只有适不适合跟健不健康而已。也就是说，如果在未来，嗯，听过我的节目之后呢，然后因为我表达了一些看法、很观念，你对于自己过去曾经笃信不疑、觉得天经地义、打死都不会错的事情，开始有一些怀疑，或者是有不同的看法。 那代表我成功了，哈哈谢谢。对啊，因为我自己就是这样的人啊。我来到英国之后，我对于我自己过去笃信不疑的、觉得天经地义的事情，开始了有很多怀疑。那我觉得，我因为有了这些怀疑，对于很多事情反而有了更多不同的看法。那我对于很多不同的看法，也有更多的包容性。所以喽，这个节目除了音乐产业的相关知识之外，我也会。 呃，比如说分享一些我之前听到我觉得很酷的歌啊，呃，或者说观察到一些很有趣的现象啊，或者我觉得最近发生了一些很重要，但是台湾人好像不太知道的一些事情啊，等等的，希望可以给大家一些启发或者刺激啦。当然，另一方面也是有自肥的成分在啊，那就是呃，我过去这段时间我，我我可能价值观的转变可能真的有点大吧，然后吓到很多人，然后。 我失去了很多朋友，我不得不说，我真的得罪了很多人，然后失去了很多朋友，然后很多人就是很摆明的毒烂我这样。但是，呃，我觉得我的家人不能这样。那我想要一直很想要把分享我的价值观给我的家人，但是，呃，也是遭遇到非常非常非常大的困难。那我也不常在台湾，也没有真的有机会好好整理想要说的话。 我好好整理自己脑子里的价值观，然后跟我的家人沟通，让他们更能理解，就是我脑袋里在想什么。所以这个 podcast 呢，可能一部分也是传达我自己的价值观吧，看能不能影响一些，或者是吸收到一些跟我比较接近的人，这样或许我人生也会过得比较快乐一点。因为最近真的是有一点忧郁啊，因为我在伦敦，大部分的。 台湾朋友就都已经回去了，尤其是跟我比较好的那些人，他们就是签证到期了，都离开了，只剩下我一个人。我现在在伦敦，真的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像这样子让我坐下来，然后用中文的好好讲一下呃比较私人的事情。所以这个 podcast 对我来说，可能也有一些抒发成分在里面吧。那呃，这是今天第一集，大概也没有什么很重要的。 题目跟大家讨论，就大家跟大家分享我有这个想法，那我也决定要开始做这件事情了。呃，就大家一起逼迫我吧，<laughs> 不然我是一个很爱偷懒的人，真的，我是热爱的，我是一个极度懒惰的人。好了，第一集应该就也不用做太长，我原本抓的时间可能就是二十分钟到三十分钟，然后让你在上班走路买早餐的路上可以。 一边听我讲干话，这样。那我们下一次有一个很明确的主题，想要跟大家分享和讨论的时候呢，我们就在认真的干这件事情吧。下次我们要讨论一个我觉得很重要，而且到现在都还是一个、呃、争议的问题啊。呃，这个问题我觉得也导致了，就是台湾华语音乐产业跟国外衔接的时候会有一点呃脱节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名词解释跟名词定义。下次我们要讨论的话题呢，就是。 呃，你觉得艺人和艺术家哪里不一样、呃？我们又该如何定义艺人？又该如何定义艺术家呢？这两个呃词语的翻译翻译成英文的话，当你要跟外国人交流的话，都叫做 artist 哦。那我请问你，你觉得台湾的艺人真的叫做 artist 吗？因为我以前在台湾也当过艺人啊，所以我对于这件事情的感受其实非常强烈的。但是我也很想知道。 呃，其他人，或是台湾的一般人，或是一般的音乐听众，对于这件事情，呃，有什么想法呢？这个有趣的话题，这个台湾音乐产业这么多年了，从来没有任何一个人想要出来解决这个问题，因为对我们来自台湾的人来说，好像没差。而且，如果艺术家跟艺人混在一起，好像也蛮酷的，好像也不错嘛，对不对？好了，关于这个话题，我们就留到下次吧。感谢你今天留下来陪我说话，希望我们很快可以见面。 谢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见。